哎，拓展华人市场难呐。去电视打广告找 CNN。嘿，这是华人广告，那只能中文报纸了。谁还看报纸啊？那怎么办？找 iTalkBB 中文电视。iTalkBB 中文电视在北美的华人观众最多了，而且比报纸划算多了。省电视，省电视，更可称得上是高端大气上档次。那还等什么？走！